靠近承德路七段的地方既没有学区，也同时是没有捷运站的，多半只有汽机车行，几乎很少摊贩或是餐厅会在这里来开业。但是偏偏啊，台南卤三块就选在这里了，而且店家呢仿佛有一种魔力啊，可以把车潮跟人潮都停留在这里。在地人说呢，这可是内行人才会知道的美食，许多来过一次的人都会特地再来到这里再吃一回那北美 Q 弹的五花肉饭，还有外皮被煎的香松酥脆，内里却依然保有鱼肉鲜嫩多汁的石目鱼肚，均匀的油花想起来就让人想咽一下口水。